丽的视觉飨宴，请我们的来宾掌声欢迎黄伯翰魔术师。Hello， 各位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魔术师黄伯翰。今天呢的第一个魔术呢，是我常常呢在眷村以前可以看到的五彩戏法，叫做连环。在我手中呢有八个完全翻开的铁环，等一下呢我要通通把它给串在一起。首先第一个铁环，轻吹口气，它就会连在一起。在轻吹口气之后呢，它就会分开。现在我让台下的观众帮我检查看看这个铁环有没有任何的开口。第三个铁环，可以请秘书长帮我检查一下吗？第五个铁环，可以请导演帮我检查一下吗？上面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开口？掌声鼓励。每一个铁环都能够检查。当然呢，我还有更多的铁环。这个铁环呢，可以请曲哥帮我装的这个双手上的这个铁环吗？它是不是没办法分开？帮我用魔法呢，轻吹一口气，一二三，谢谢大家。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那你也帮我检查一下好吗？四个检查过的铁环，一二三。当然呢，我可以用它呢摆出一些有趣的图案，比方说，奥迪汽车的 logo， 或者是汽车座椅，一只美丽的蝴蝶，含苞待放的花苞。谢谢。六个检查过的脸盘。轻吹口气之后呢，它就会通通的串在一起。谢谢大家。有铁环的人可以举高你的手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最后第五个铁环，我要把所有的铁环呢，通通的连在一起，象征着眷村的居民们的同心协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接着呢，我需要观众上台跟我一起变魔术，不知道有没有四位呢美女愿意上台跟我一起变魔术的呢？那么就请一位、二位、三位、四位来舞台上好不好？掌声鼓励。可以给我一支麦克风吗？那两位呢，在我的右边；两位呢，在我的左边。好，那请您呢来到这边来。哇，今天呢很荣幸呢，可以邀请呢四位美女呢来到舞台上。首先呢，先给大家检查一下呢，这边呢有一块红色的布，它是透明的纱布，帮我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老虎、大象、鸽子、兔子在里面。好，帮我抓了四个角，那您呢帮我抓了另外的四个角，然后帮我把这个布呢把它给摊平，把它给摊平。好。是这样子的，在以前眷村呢的街头上呢，常常会有一种食物非常非常有名，就是蹦逼汤。大家有没有吃过蹦逼汤？你们知道蹦逼汤的原料是什么吗？米，没错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先让大家检查一下呢，这边呢有一罐真正的米，帮我伸手呢拿来看，确认一下这个米呢是真的。检查完以后呢，就丢到这个布里面。为什么要找四位美女呢？因为呢，古代的魔术师呢，以前在宫廷演出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是找古代的四大美女表演，在宫廷的美女。所以现在呢，我要把你们催眠成古代的四大美女。看着我，你现在是西施，你现在是西施，你现在是西施。请问你现在是谁？啊，心脏好痛。看得出来是西施。你呢？是貂蝉，您是貂蝉，您是貂蝉，您是
貂蝉。您呢，身世稍微可怜一点，您是昭君，王昭君，王昭君，王昭君，您是王昭君。最后一位呢，您是杨贵，没有，寿贵妃，寿贵妃，寿贵妃，您是寿贵妃。寿贵妃，好。等一下呢，我也念一念咒语。哎，你怎么都不见了？好，没关系，再补一点。那变装呢，变成绵延的过程中呢，已经把名都弄掉了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会先说一个咒语，你们要想一个祝福的话，对于呢真实梦境差了几折会的祝福的话，好不好？来哦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魔术戏法我最行。白米变成爆米花，那红包呢？祝大家今年一路发。那您祝记者会？我祝记者会顺利成功。顺利成功，掌声鼓励。那您呢？记者会顺顺利利，那您祝大家？我祝这个 VR 实境天马行空。天马行空，圆圆满满。活动圆圆满满，好。那请帮我音乐，好，帮我把这个布呢，帮我把它给抓紧哦，抓平，弹平，弹平，好，来喽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呢，这是笔，对不对？我们慢慢的把它给翘起来。你会发现呢，当场越来越快之后呢，你会慢慢的变成爆米花，有发现对不对？那看一下，你会发现呢，你越来越大了，对不对？祝呢今天的活动呢顺顺利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们可以确认一下，这是真的可以吃的，如果你想要试试看，可以摸摸看，确认一下。是真的爆米花，对不对？爆米花。再次用最热烈掌声，谢谢台上的四位美女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再次谢谢四位美女。哇，非常的精彩的魔术秀哦，还有接下来最后一个魔术表演呢是聚宝盆，我希望呢祝大家好运旺旺来。谢谢，谢谢，我们共同欢迎。